很多人妻朋友会跟我抱怨她老公会外遇是因为性冲动，你怎么知道不是因为性勇敢？再说如果有情侣朋友或是你现在恋爱 NG， 你有一天你真的不小心你就跟别人上床了，你的另外一半问你说你为什么要这样，你就跟他讲因为我很勇敢。我觉得他会体谅你，而且你们不觉得性勇敢这三个字听起来哎呦好正向哦？我觉得啊，如果我们把这个世界上所有冲动都改成勇敢的话，这个世界会 peace 很多。你看冲动性消费改成勇敢性消费，以后你周年庆啊，你看着那个20万的包包，你就想我的人生要不要勇敢这一次。